吃的，苹果皮也是给你吃的。为啥呀？妈，这不怪我，是你儿子说的。只有我。奶奶，我坐这是爸爸说的，苹果皮最有营养。我们在家都是吃苹果皮。你俩干啥？你长这么腻。孙女，你把虾皮放在那玩意儿干嘛？哦，奶奶，虾壳里有高蛋白，里面的虾壳瘦，还可以降血压呢。这是我爸爸说的，在家都是我和妈妈吃。我没有。老公，你更生气，我不让闺女说实话了。你俩在干啥呢？你给我蹲过去！哎呦我的妈！快把虾壳吃完。一块钱就想让我给你买自行车，你当我傻呀？自己买。好，那你不要后悔了。这有什么后悔的？妈妈，你不要老插这个电视了，要不坏也该插了。好的，姑娘。好啊你。好个大呀，爸爸。妈妈，冰箱漏水了。我来看看。藏钱都藏不进花样了你。妈妈给你生个帅气的弟弟吧。那一定是弟弟吗？不一定。那一定不帅气吗？也不一定。那你再考虑一下，万一像我一样不争气怎么办？谁说你不争气的？你是最棒的。那你还要爱他干什么？这不是怕你孤单吗？生个小伙伴陪你玩。那我同学不是没事干吗？同学白天陪你玩，弟弟妹妹晚上陪你玩，行吗？一天到晚叫干嘛呀？不要学习，不用考大学，光玩呀！哎我们终于能吃上草莓了。吃啥呀？算了，我们还是吃草莓定好了。妈妈，草莓定太好吃了。你俩干啥？哎呦我的妈！你站住！